钱都给你老婆了吧。陈奕迅乱入记招，护责韩红弱点攻击。钱都给你老婆了吧。帮我好多，帮我好锡我屋企人，咁所以一点都要支持下佢，见下佢呢期。冇见一排喺各大音乐颁奖礼失踪嘅陈奕迅 Eason 今日现身啦，嗱应该系话佢突然乱入内地歌手韩红个新碟发布会先啱，睇下韩红个样几咁 surprise。嗱崔神喺度又同韩红咁鬼老友，唔系唔吹水嘛？两个仲开始互扎添，首先由韩红出招。吓、啊，你很节省啊！大家都知道啊。真的、啊？系啊。哇，你是宝。不花钱啊。真的吗？在衣服上面。钱都给你老婆了是吧？来啊！没有啊，不用烦嘛。太好了。他管就好了。我只知道你对爸爸很好，很孝顺，对妈妈很好，但是没想过对老婆也很孝顺。系啦，我慢慢教个女。一个小妈妈，一个老妈妈。两位陈小姐，徐小姐跟陈小姐，哇塞，好像我不用烦了，两袖清风，我觉得好幸福。哇，相信只有韩红先够胆咁讲啦。嗱，虽然两个咁 friend， 但 Eason 见老婆徐浩莹无啦啦被摆上台，仲要赶中四月，点都要还击嘅。嗱 ，Eason 就暗穿韩红2010年喺内地出发到灾区嗰阵发生车祸呢件事。人家还有别的位置可以我坐吗？你搞啥？那老婆就算了。你会开车吗？傻我会开车啊。敢载我？老师，是我给你当司机是吧？其实两个都咁拖得啦，不如开场 talk show 互爆对方秘密啦。Facebook 一开 Jackon， 台语最强。